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要同呢一邊傾下嘅啦，師傅。Hello, Stephy 你好啊，系今次见你依个衣着啦，都延续咗你之前去旅行嘅嗰个 holiday vibe 啊。系啊，因为仲唔舍得翻嚟做嘢住，都仲系想继续放假，所以今日都算几好啊，即系呢个工作都系有度假嘅感觉咁。至于去旅行，通常拣嗰啲衫咧，系咪都会有啲要求咁样？去旅行啊，哇！我執夾嗰下就真係好苦惱喎，每次都要諗下究竟帶啲咩衫，著啲咩衫，又要配合翻下天氣啦，又要諗住要影靚相啦，咁又唔想個夾太重啦，咁所以係幾難嘅。所以去熱帶地方就方便啲，就唔係好使帶衫嘅，係啦，唔使帶衫即係唔著，輕啲咯，輕啲咯，小布啲咯，係啊，同埋都好中意陽光與海灘嘅。我自己其實好矛盾嘅，我係好中意嘅，但係咧我係好怕曬黑嘅。因為即係唔可以曬黑咯，係啊，因為我自己就唔介意曬黑，不過譬如做嘢啊，又要譬如我今日嚟呢度，譬如著呢套衫，如果黑咗咧，就著得唔好睇噶啦咁，所以就會有少少驚嘅，咁但係亦都好 enjoy 嘅。有冇啲咩防曬秘訣啊？咁防曬秘訣就係唔好曬咁多咯。但今日見你都唔係話曬得好黑啫，即今次。因為我真的非常努力，我真的用了，我冇講笑，我用了四支防曬，真的即係狂搽啦，每十分鐘補一次咁啦，咁滯啦，咁同埋即係盡量都唔會真係俾自己暴露喺陽光上面好耐咯，盡量都揾啲陰嘅地方。係咪同埋好中意飲椰子水啊？啊，都係嘅，嗰個好大個椰子，要大啲，又大又熱，因為口渴啊嘛，熱啊嘛。係咪嗰度全部即係好多呢啲又大？咁你有冇話計過有飲咗幾多個椰子水啊？咁又唔係好多，一日都係飲個一個啫。一個啫。係啊，係啊，咁大個有排飲，飲一日嘅可以。係啊。至於有冇話即係揀泳衣方面啦，即係陣間會唔會入翻去再揀啊？有啊，頭先喺入邊睇到有件花花嘅泳衣，我自己都幾中意噶，係啊，咁都冇乜所謂嘅，我自己就覺得最緊要拍出嚟夠靚啦，咁同埋真係有啲係 functional 啲咯，即係要游到水咯，因為有啲泳衣係靚得嚟係游唔到水噶嘛，即係一落水就會甩噶嘛，咁所以我自己兩樣都好重要，因為我都中意游水嘅，咁我覺得即係去旅行都會帶定幾套泳衣咁樣。我會噶，會噶，都要揀下噶嘛。但係而家冇鋪嗰張相，你覺得合唔合格？合唔合格？我唔合格就唔會鋪啦。即係揀過㗎啦。有冇執過先？梗係冇啦，唔使執相。你執係執自己個真人嘅，因為我覺得真係唔係呢啲唔係天生嘅喎，真係努力做運動翻嚟㗎嘛。咁所以我覺得努力嘅成果咧都要分享俾大家睇下嘅。你而家係咪都會一路係咯一路咁出啊？咁又唔會一路出就係咩？係啊，一路出就得唔得？呢啲係要間唔中俾啲驚喜大家先好玩噶嘛。係，拜託你啊，算啦。都當係啦，係咪啊？因為之前又話票房幾多又俾幾多咁樣，咁之前都冇派過咁咪，同埋都好耐啦，咁咪俾大家一啲驚喜咁啊！但係長時間要 keep 住個咁靚嘅身體，係咪會都幾費神咧？即係又要做運動，又要食啦，配合。我自己我覺得有享受嘅喎，係啊，我覺得唔係，因為我覺得運動呢樣嘢唔係逼自己做，係真係自己中意啦。第一，第二就係如果你見到成果嘅時候，你就會覺得真係係需要嘅，同埋係做嚟係冇白費嘅。咁依家翻到嚟香港，係咪都會繼續 keep 住呢一個mode 去做運動啊？當然要咯，因為嚟緊夏天啊嘛，所以啲步又越嚟越少啦，咁更加要 keep 住啦。會唔會因為咁多咗人追你啊？啊，係索咗。冇啊，都係咁多，都係咁多，都係咁多，不多不少，不增不減。張相邊個幫你影？張相。都是一個人啦，冇啦，影過影邊張先，因為有男有女噶嘛，有唔同嘅朋友。嗰張啊，嗰張唔記得了，自拍嘅其實我係，好勁咧。今次 trip 冇去玩到有冇男，全部女還是都有男？都有朋友都有，係啊，全部都有。咁翻到嚟香港之後啦，嚟緊個工作安排會唔會係拍戲啊？定係會喺音樂方面會有發展咁樣？
嚟緊下半年我諗都幾忙，因為有電影啦，又有都有一啲音樂上面嘅嘢要開始做。咁賣個小關子先啦，就唔講太多住。即係係咪演唱會方面？總之係音樂上面嘅嘢啦。咁、okay. 所以就翻到嚟就密鑼緊鼓，要約開會啊，要傾啊，咁就開始下半年嘅工作咁咯。會唔會同邊位音樂人合作咁樣？都仲諗緊，係啊，希望有啲驚喜俾大家。呢幾日天氣有冇搞到咧？係咪爭啲翻唔到嚟香港？咁又冇喎，我自己幾好彩，我喺暴風雨前夕就翻咗嚟啦，咁都算係好彩。同埋我知道我去旅行嗰段時間，香港日日都落雨，咁所以就都算係避開咗一段陰暗嘅日子，就可以曬下太陽啊咁樣。